嗨，大家好，我是柯碧传教士。你看，我的车终于弄好了。好，等一下要把它再讲解一下内容跟一些整理什么东西。讲解什么？换了一些什么东西啊？人家不是讲说要把工单都列出来，换了什么东西多少钱这样？工资啊什么我是没有写了。好、啊，就我只有写材料的基本的工资啊，有一条工资而已啊，换底盘那一期的工资，其他的我自己做的有些都没有工资。啊，你做些啊？从头到尾做什么？你说一下。头都是大灯嘛，轮胎啊，铝圈啊。屋顶也有啊，屋顶都是包含里面跟外面跟上面，哇塞、啊、里面外面上面都有，从里到外到上都有，都有啊，是啊，啊，今天我都打上去了，好啊，这还有这个，从夏天短袖做到前面变这个，做加固 ，Kota， 好，这防风防泼水，还不错哎，你看，刚刚还在淋雨还湿湿的，对啊，还蛮保暖的啦，重点是还蛮保暖的，台湾品牌，台湾品牌，对，哇，逛过啊，支持咱台湾，台湾还如何如何，屋顶到最后啊是用烤的。为什么你？因为考量失败，考第一张都未使。你讲啊，失败，不然再第二次用了，他打给我说真的不行，他是失败了。所以就用考出来，好啊。哎，你那啥？参禅啦，啊，去玩禅啊，参禅都扣落去啊。哇哟，哦，那金啊，你来啊，未记你讲我考了水无？咋讲啊？ご覧の番組は、シャオシー自動車、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哎呀，你开好啊！啊，你开啥？我那看风沙雾。啊，开触电、大灯、音响，你开啥？不来啊，你看袂到啊！不来啊，你听我。我爱讲啊，啥物拢免改啦，我上你一个改装品啦。好唔好？哦，这大雷都改好啊，改好啊！哎呀，你看我，哈、哦，这个女生在帮男生拉拉链嘛，啊，这个是说哈、哦，怕女生跌倒把她扶好嘛，啊，这个是哈、哦，这个双人瑜伽嘛，好、哦、要运动，多运动，身体多健康嘛。这样好，等于说女生腰酸，腰酸帮她按摩，哦，哎、可以拿起来，嘿，这可以治便秘，对，腰部后面哦，下背部的地方哈、哦，啊，这哇。这就是讲吼、哦、拉筋呐、啊，嘿，有时候你会觉得安尼，筋骨看硬的时阵吼，嘿，需要人家帮你，那个凹卡。女孩子吼、哦，从小到大吼、哦，她从来不知道一件事情，是原来膝盖可以贴在脸颊上，一直到长大了才明白。然后这最后一个有没有？到最后有没有？就是去这个动物园哦，牵猴子，看狗啊，看狗啊，嘿，对吧？嘿，看狗啊，哎，好啊，这贴纸给你吼。保证你家就改好啊！哇，你看这些呢，哇，这是啥？偷看我的车。对，人看你的车，敢那足帅，有无？啊，你伫后边发现，你就用那个叫啥？什么沙？我记得有一个什么沙，然后就戳屁股。哦。啊，他就不敢干你的车了。对啊，那种。好不好？他、啊、这个大屁，怕被大一抖，心理马力马上提升。哦，这上面一组，拜托我被敲着。女生说：“快去买，快去换碟盘，快去换鼓秀，快去换能够，快去换能根，快去换，快去换，快去换。”来，是的，是的，豪华，好换，换，换，好，别别，好，好，换，换，换，是是是啊，那对对对，好不好？我这个说文解字，我以后开个说文解字课程。是是是是，我妈的只有会翻译而已，我跟你讲。还变话会，都好啊，我你搞解读，搞解读，你讲我，啊，这就简单的啊。除了九五以外都可以。哈哈哈哈哈！对啊，啊，就是九五嘛，没有除了九五以外我都要，对吧？真正查甫人就是安尼，啊，这我知啊，吹风机嘛，好，啊，这上简单啦，去吃寿司，要除注意啦，啊，这我知啊，吃剩的鱼，剩下的鱼翅，爱去单调。你感觉收一台怎么样？就是。其他的鞋子啊，鞋子嘛，好，阿卡吉卡啦，吉卡阿卡，你看现在偌济，鞋子嘛，那偌济呢啊？对啦，恁肯定无偌济啊，两万几块啦。你看卖，这有啥？几条？哇，卖无？这怎么卖？今天这啊特价啊！哇，夭壽啊！那，你我那有鞋啊，拢唔捌看你穿过啊。这箱我都唔捌看你穿过啊！啊，你跟我穿过？泰山，你有看过他穿牛百伦？他都话讲上百的，但你没有。没有，我没看过。我们今天也是穿牛百伦，对不对？哦，牛百伦。哦，要垫高一点。哈哈哈哈哈。无较悬的拖拖啊！哈哈哈哈哈。
车，他干嘛盖小姐驾一下你开上面几次？到最后我会列一个表啊，从表上来哦，供公别玩了、啊。其实那个表哦，很多那个观众朋友看到我们分享的那个表，然后都会跑来问我们说去哪里买的啦、啊，哦，还是要来找我们修啊？不要好不好？我们也是自己在网络上自己找的，对啊，所以我们花的钱其实跟大家是一样的。哎，灯盖列光条嘛，是啊。一堆人问说，哇，小师你去哪里买？我买好几组都很烂。我说我不确定，我介绍你买的烂不烂啊？对啊，对啊，我哪知啊？对不？你用假好用啊，不好用，对不对？所以哦，就自己去淘宝一下。我们的实验性，如果哈、哦，我们有干爹有业配的话，我就直接跟你讲在哪里买，哪一家的，对不对？对对对对啊，如果没有的话，就不好意思，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讲。阿妹，好好，科比在干观众没有好盖小姐的，盖小姐送啥？小心带起来，不用怀疑。哎，别惊慌嘞！没得，走了，出发。我去，冲我的车卡啦。三脚架。对啊，换枕套啊，材料拢来啊，拢袂惊修理。可开，真的不够一台 BMW 吗？不够啦，那开嘛呗。对啊，好，我花500,000也是比 BMW 便宜啊。对啊，也是去好好好，顺便等下帮我保养。也要定位啊！我安尼你无看，不然我咧就要定位，我顶下无定位啊！我伊我要用三脚架啊！你即马顺续要甲顶下绑起来？对啊，拢用啊，都全部都用啊！啊，你没保养，机油什么都换，啊，伊讲调整多轮没换，皮带，换就这，就这啊，都换，花下去就对了。对，我这个人很简单，花钱人家要按赞的，然后我有参与，我这个也很简单。啊，你有观看订阅数高，高，我们开了而已。可是我后来觉得不对，为什么呢？你现在不换，改天好，总有一天好，泰山给我买了，你要求说啊，这个肉也换了，换起来给你自己没享受到。啊，有循规矩点不？了解一下。啊，只是我玻璃破了一条，哇，你每天回去这样开开开，你有一天卖车的时候，你就要玻璃换给我了，换新的，换新的给别人，结果你看你自己都没有享受到。高点，玻璃破一条，你一定。没有类似这样讲了，我是形容啦，不是说对啊。哇，要上手术台了、啊、你看为什么轮胎很重要？什么叫轮胎？你看，这也是轮胎。嗯。啊，阿你看，你看人的轮胎外宽，有看到无？有啊。所以你讲你的车造起来会飘会嗨，就是安尼。脚踏车的轮胎，我跟你讲，很省油，很会跑。可是我跟你讲，停不住，刹车停下来破了还在滚，对吧、啊？摩擦系数太小也不行。没有了，中了，中什么？中奖。中。前面也有一个。你看，我开车已经那么小心了，穿鞋子哪有不会去踩到石头的，对不对？一定会的。又也不绕。要修一个洞，是两个洞，不是一个洞，它是一个墨字形的，墨字形的钉子这样插进去。爱破了掉。你知影啥？可以刚上顶下前迄种啊？你是被人家小院狭怨报复？一定，我怀疑泰山吧，嫉妒啊！要是我不会这样弄这个小的。如果是我的话，我不会这样的，我会吃旁边的，对吧、啊？让连补的机会都没有。到底是我运气好还是歹？Me, I'll testify. Catch me on Insta, I'm verified. They want me quiet, I amplify. I'm on my way to the best thing that you've ever seen. You know that you bow to the queen. You lose all your senses and reason. I'll give you something to believe. OMW, on my way to you. Good at what I do. I'm OMW. OMW, on my way to you. Good at what I do.小舅，我顺便要保养了。保养了。阿拉斯鹏哦，好像前面那些就帮我看一下，什么油封啊，什么鬼的啊，顺便都弄一弄。蛮漂亮。做我老爷。好。也没办法，哎，能够干了我都没办法。离开了就碎了。对啊。这边我这边啊。因为哈，如果是这一边呢、啊，这个可以换铁套。我记得留言有人讲说，这个如果没有坏可以换铁套，可是我坏的是那一个头，和尚头那一边，对吧？哦，原来是这边。
其实我们的网友都很真的有注意在看我们的影片，他都知道说，哎、欸，底盘的不错，没有漏油，他们都有在看。对啊，你不可能把它切断，所以两边都坏了，对吧？我们有一台车啊，他说他轮胎比也换了，避震器也换了，啊，什么东西换了，结果放在我们厂内嘛，还有一个客人来看，客人说，哎呦，你这个车有问题，怎么都换了？不是换的不是正好吗？不然你没有换的话，原厂用到现在的有可能会坏掉，随时都有可能坏掉，啊，就像我之前讲的，我跟你讲，我这车开十年啊，开十万公里啊，拢无开轮，错是啊，不是，哦，你听个讲，我这车赞的对不对？其实对我来讲没有比较好，我觉得错是，对，错是，我你无开轮真的是我爱开钱啊，我接手我就花了我花，换我花，啊，辛苦了，单头给来贴啊，我去买那个贴纸来贴，什么？啊，三个字。BMW， 你怎么知道？你们讲的铁道就是这个，铁道就是这样固定，但是你别掉，都我加新的给你，好不好？但是我主要是这个，这个，好。对啊，但是这个一定要整齐完。对啊，以前的判决啊 ，Wiki 啊，起码有没叮当嘛？会不会这个只要拿下来拆？这么简单就好，打了换那个就好。那现在是什么情形？没有，拿错了。拿错了，再换就好。再换就好。你干两个哦，这个嘛不会哦，还是丢啊？在底机，在底啊！你这安尼，你这啊规矩换啦，来我拢老啊呢。开瑞，不缺挡住，反正老板会半杯半酒涨，先剩下鬼给他打折，通常都这样，你不打撇。哎，你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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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欢迎我，我，我，你，你，我，有钱有钱啊？对啊，而且摩托啊。我在修理，我嘛要修理，我唔食虾。哈哈，伊你这派去定位不好啊。嗯，你定位熟悉你也照，这次过了稳了，再第二次又跑掉了。又跑掉。对，那每次就会不一样。住院了，要住院了，我们这次可能没办法。对。我的来令片，有没有看到？没有有啊。好，这个。对啊，还蛮厚的。这样厉害。好吧，老板说可以啊，不用再花了，对啊。你还故意？故意的、啊，只靠表面而已。对啊，就上面、下面都要留白的。谁说青春不能留白？我就是留白。雕卡针，雕卡针，你哪里讲？
好了，耶、yeah ，书包背上去了，偶尔就可以拿下来热情一下。你大结局，最后大结局来嘛？大结局呢？来下一集。好、哦，可、就、惜、是、这个译者失去，妹妹听。我阿美啊，阿美松稿，阿美松稿啊。好，那一定爱大姐啊，咱的精神指标。以后在路上看到黑人哥的 mark， 好不好？记得要打个招呼。哇，那带纯洁，偷偷在个大姐，啊、这就是大雕啊。啊，人家也没贵，阿天没贵，大没贵，不错哎。那个纯洁要个水，个大个。我跟你讲，这块牌子没有那么好拿的，小狮汽车。黑人哥认证的标志，对，然后经过我们认证的才可以贴上这个铁板。啊，我决定我贴这里。你要可以贴啊？认证过了就可以贴了。假的，好吧。啊，假的，太高调了。你唔当黑人点到摆的哈？黑人倒立。好嘞。T Y Y 你冇看过啊？翘翘的。还是翘翘的。好、哦，再高一点哦。好、哦，你大概要贴在这里吧。好、哦，我再高一点，这样，这样。看管。看他看我，看他右边的，这样。好。好啊，好啊。Nice。哇耶！好了，帅。哇，我看阿边是加钱哇，还给5000。给5000。终于弄好了。全部都弄好了。弄好了。啊，等一下，啊，你这车不要卖了、欸？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讲了，没有爽够、啊，没有爽到。后面有一个排队的，你看，已经在排队，所以没那么快了、哦、啊。喜欢的朋友记得帮我订阅、分享、开小铃铛，还有留言，对我才可以做出更好的影片，我才可以买更好的车。哦、没有了，这样哈，这样哦，拜拜。ご覧の番組はシャオシー自動車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した。哎、欸，顺便要介绍一下啦，皇帝汽车啦，对啊，好、哦，以后来都可以报我的名字啦，啊、哦，要加500，加500，对我把钱抽赚够了哈、哦，就不用再赚了。没事。好嘞，那专修都有登陆普轮胎啊，嗯，好、哦、底盘维修啊，哈、哦。还有那个刹车改装啊，嗯，我会问他说有没有认识那个碟盘，我要把尾换大一点，帮我划一下有没有 ANG 的，是上就好了，没有货，没有货，对啊，写那么大字，等一下跟老板讲一下，那还耐塞，要跟他 complain 一下，对啊，你说你刹车改装，然后给我起刹车皮改装啊，你啊，会不会这样讲？他应该会这样讲哦。特别四个车这样可以，这样就很完美了。可以啊，你又不是。叫你拍都不是，只有自己的车性质才那么高，对不对？试一下，车那个给老板的、啊。不是啊，你要试一些，看你有什么兴趣的车，你试一下。啊，没有啦，比我现在比较想试，就想试怎么也买啊，试完泰山就买了这样。你先拿找出来试啊。